运动自由广阔天地，运动开创崭新天地。彭广阳主播。明星球员非常如愿，三名来自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国家联会非常非常人类的那一手，七月三日入选年度全明星表演赛先发阵容。美国职棒大联盟通常在每年七月的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星期二举行一年一度的全明星表演比赛，这项比赛举办的时机通常意味着162场例行比赛的赛季已经进行过半。今年度的大联盟全明星表演赛预定于7月16日晚间，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的阿灵顿环球人寿球场 Globe View 举行。代表家中洛杉矶道奇队的日本籍指定打击大谷翔平连续第四年当选全明星，来自宾夕法尼亚州非常的非常人队，目前战绩是57胜29败，胜球率为66.3%，在国家联会和大联盟都是名列前茅。非常人队本届入选国家联会先发球员，包括已经8次当选全明星，现年31岁的一垒手 Hubbu Brasil Maximo 第二次当选全明星先发，现年31岁的游击手 Tona Trivisna 以及首度入选全明星表演赛先发，现年27岁的三垒手波姆 Eric Daniel 波姆唐冠阳二零。